跟你跟我跟我妈妈吧，敢不敢？怎么可能？你敢不敢？你跟我妈妈说。然后妈妈在给你直播说，啊，是吗？你要给我打电话。我跟我妈妈说好吧，我跟我妈说，行不行？我跟我妈说。你跟你妈妈说，然后你妈妈就会当场骂我。给我刷个脸，加脸吧，我给我妈说。给我刷个烈阳。我打烈阳吧，我打个烈阳。肯定就是宝宝宝宝宝宝什么的，试试。我不小心把北方的烈阳打成北方的烈焰了。其实我知道他本名叫什么，我觉得他不会接，他平常信息都回得慢。我的人缘可能就这了吧，我的人缘就这，就这，哎。我没有二成的微信，不好意思。大大肯定是知道的，他拒绝了。你为什么拒绝我？啊哦，啊哦，他说咋了？诉苦。你看你发了什么话？我没法撤回。嗯，哎呀，我撤回的不是那一条，对不起，就想跟你打个电话。他说他不喜欢听电话，好吧，算了，找别人去，不打了，打 PK 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意思呀，打理想去了，打 PK 去了。老公进来吗？不想。那我请你按摩。输了干嘛？你他妈又来欺负我，真的。你想要牵连我呗？我连点错的啊。输了20个深蹲，我们先闭麦吧，我要哄我老公了。他真的他好过分，每次都是几万票，然后还要给我上个死亡票，每次都是一。不该发那个话的，我不回。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聊聊天，好吧？你看你发了什么话？我没发，我撤回了，好吧？好吧，好，你再亲我，亲我一下，亲我一下嘛！你昨天，我昨天干了什么事情？你昨天不跟风风离那么近，我都生气死了呢。那你跟他们说你跟烈阳发了什么话？没有发，我就简单的问候了一下烈阳。真的。进来一下，你进来。无语，我不是撤回了吗？你看，我看，把脸删掉。他说咋了吗？你是 PK 输了吧？没有，就是单纯的想跟你打个电话，再见。那你不想跟我打，那就算了吧。哎呀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好难。别玩手机了。没玩手机干什么呀？亲我，你跟我玩吗？跟你玩干什么？你自己跟别人发那样子。我不敢发那种话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会发了，我再也不会跟他聊天了。我求求你，你亲我一下。你求我？不，我求你。那你我做什么你才能原谅我？发的啥？没有，我就随便问了一下，我说因为他没接你电话嘛，我就问了他一下，你不爱我了吗？我现在撤回了，冲啊冲，再冲！我说哎呀，你经过去了，别弄了，别看微博了。对，求你了，
你播吧，等会就好了。你播吧，等会就好了。我都好了，主动给你。你播吧。嗨，大家冲，赚钱，大家冲。哎呀，我再不连连，再不和连说话。得不偿失的捏捏，哎，哎，小爱同学，对，处女座今日运势，处女座今日整体运势是四分，你有四分，你有四分，你有四分，个性就能吸引众人的眼球。单身者参加团体聚会，会有不少异性主动接近你。谢谢这个复杂的两个字做亲吻。什么捏捏还是要有点分寸的啊！我平常跟朋友就是喜欢这么说话。谢谢司机林一松的男播基尼，谢谢我司机老大。谢谢观众朋友，来来来，你看嘛，他真的怀会欺负我，好家伙啊！万宇没来了，真的我无语。傻白纸，他妈傻不问。他刚刚有说吗？李小胖超好，刚把李小胖超掉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。啊，刚刚那个小爱同学有说会跟射手座起冲突，真的假的？关门会头像了，对，谢王哥送的飞机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其实这是剧本。没有没有，我老公真生气了。哇，对面上票了呀！弱哇，观众朋友，感谢轩宇，漂亮！这送水晶球，观众朋友是间谍，你是想给死亡票吧？没想到就因为这样死亡票，我输了。哎、老公，我输了，我八连胜，我又输了，我从来没有。坐起来！你看我这么可怜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好吗？你看我 PK 都输了，我要做升级。快点，你先坐下，你先坐，你等会儿再哄去啊。难得赢了这么嚣张啊！我平常让你做惩罚的时候也没催你，也没挤你啊，嗯。这好不容易赢，看这你得志的嘴脸，那不得再来一把？哎，这好，你好过分啊！再来一把，你好过分啊！快点，我坐。快点，你先坐。你先接，快点。你先坐呀。三，你放你的 BGM。啊！我放屁了！啊，不错，哎。14 15 16 17 18 19 20累死了！啊，行，我撤了啊，拜拜！快点，不接的话我有缘再见啊！咱有缘再见啊！一天一把啊，这一天一把啊，撤了啊！快点！拜拜呀，拜拜呀，撤了啊！下一次来啊，下一位，下一位啊，下一次啊，明天啊，一天一把，一天一把，不要，啊、这个一天一把啊，没有的啊，快点啊，下一天一把，拜拜啊，下次啊，不行。哎呀，我想着十连胜可久了，我又没有十连胜，我又输了，我又在八连胜的时候输了，老公，我输了。那重新打呗。我刘海怎么回事？把头发，你小死人，他不接我就是死人。哎呀，我现在是情场失意，就是。哎，事业场要怎么说？小爱同学，播放歌，谢谢 Pretty 捏的比心。没问题，我们一起来听《如果爱死去》。小爱同学，你换一首歌。小爱同学，都不理我，谁都不理我，谁都不理我。他唱的我好生气啊，小爱同学。哎，
哎，放林宥嘉的歌。没问题，播放林宥嘉精选。哎呀，你现在还没好？你好了吗？我可难过了，我又输了，你们不理我，我输了，我错了，我都不跟他聊天了，以后你还不原谅我？怎么你在逼着我原谅你吗？不行，我就要连到理想，可烦了，连胜，死人不连我。停止一切，不行，我就要连他。你抱我一下好不好？我心情不好。不是让你抱我，你说想让你，我说我让你抱我。你怎么还得了便宜还没乖的啊？我得了什么便宜？我说这不是你把我弄生气了吗？那你也该好呢，我都哄你了。我也，这是不是原则性的问题？不是。怎么不是原则性？平常都说这种话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说这种话？你跟谁说过？我跟峰峰说爱你，我跟老王说爱你，你都没生气。我生气了呀。你默默的吗？我默默的生气。那、啊、你对自己换成默默的生气啊？好，我也是现在也默默的生气。那、啊、你现在可以抱我了吗？我默默的默是沉默的默。算了，就你们能哄我了，你们上来。哎，放一下你那个音上的 BGM， 哒哒哒哒。哭吧我，我哭，我哭，我哭，嗯，哭，我打 QQ 去。哎呀！不连你，你还能看到他？你们是不是都觉得他输定了？他不连你，他你还能看到他不连你的时候那个表嘚瑟的表情，我操！真的抖音更新。背景有啥错了？哎呀，这鸡皮壳了！Hello， 你好，我们输了干什么？嗯，你说吧，我玩什么呢？我们输了，我们去死！哎，我们输了干什么？你说吧。因为我刚刚是准备传这个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，我可以。你有口红吗？我有，有是吧？嗯，我可以。那你输了，你拿一个娃娃当做你的钱来，有空怎么对待？我可能会打死他吧，但是我没有娃娃。是你带吧？那你就把你的，你的手机镜头。当做你的前男友，然后你跟他演出戏。演出戏？这个惩罚很搞笑吗？现在为什么不打狗粮？现在狗粮是可以的。好一点点了吗？那我们去买发票吧。嗯，就不玩过程了是吧？那随便演呢，自由发挥。发自己的内心。行，那我们俩就一样的吧，那我们俩惩罚就一样嘛。好，可以。嗯，好的。闭麦了。嗯，好的。哇，接着我小兔牛牛，小兔牛牛换头像了，那红好喜气，你头像。我头像也好喜气啊，我头像好想换，其实我怕别人换了就不认识我了。我最近有点近视吗？我有点看不清楚。就有的人说别骂浩浩，别骂浩，别说妮妮，别说妮妮，说你，说妮妮只是别人说他，浩浩是别人骂的。你看那个评论了吗？没有，是记得舔我送的浪漫火花花火。他说别骂浩浩，别骂浩浩，别说妮妮，别说妮，对你是说，对我是骂。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说和骂呀？大家好像那种合适老在这劝架了，我们没什么呀，我们就是很正常呀。现在小兔其实是剧本啊，没有了没有了，这不哄好了。对，跟这没有什么多大的事，又不是什么严重性的问题，是不是老瓜？不是，稍微有点严重吧。哇，这是猫哇哇，这是啥呀？这是东方明珠。哇哇，送了个东方明珠给我。
哇哇小哇哇哇哇哇哇，你知道，嗯，吵完这场架之后会给我10000块钱。2000我一场，这不是你是主角，你要给我钱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什么礼物呀？我头一次见啊。这是礼物升级。哇，你们也能送小丑竟是我自己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好家伙，给孩子寄送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解锁新礼物，你们都可以送这个吗？还是只有小兔牛肉肉可以送？牛肉这个很适用我，很适用我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嗯，牛，谢谢大家成为粉丝成员。我们明天去，我想要他陪我去看一下我的发际线，我要去中发际线了。我要拍个视频吗？但是太丑了吧，会。你要去种发际线，你要拍视频，你肯定是种发际线的当天呢。嗯，你明天就要去种。我不要，我不是明天就去种。谢谢波波送的礼花筒，啊、那就种发际线啊。没有找到这个礼物啊？为什么啊？只有小兔牛牛可以送。谢谢波波送的礼花筒，帅哥也不用担心说不要种，我要种了，我想种了。我发际线就没有问题。为什么不要中啊？我已经期待很久了，要送礼圣诞礼物闯关啊！哇，你们还有任务。然后我明天要去看电影，对吧？我还说让你陪我去干嘛来着？哦，买拍立得，买拍立得，我们要买那个拍立得，木瓜宝贝的拍立得，它坏呢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被我们拍坏了。咋了？我发量不多。我说的是我的发际线高，不是说我发量少哈，我发量可多了，不意思不意思，多拍照，看什么电影啊？我们看那个什么集，那个什么集，前几集，那我是自己找罪受去看他，谢谢皮筋捏送的热气球，来数数塔吧，哦，已经结束了，哇，谢谢狗狗七七送的为你打 call， 结束了已经。你们不要刷屏，不要刷屏。那你要表演吗？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是吗？就是你有跟别人玩过吗？他们一般是怎么表演的呀？什么？就是你有跟别人玩过这个游戏吗？他们一般是怎么表演的呀？给个灵感，给个灵感。就是你把镜头当做你的前男友，然后看什么？要比如，哎，那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前男友，那你看你怎么搞我。啊，那就不用搞了。为什么？就觉得你挺好的呀，就不用搞了呀。嗯。那好吧，那你就加一个口红，加两个吧。行，我加一个吧。好，你有点不开心了。好好啊。浩哪是这种小肚鸡肠的人啊，对不起啊，浩哪是这种小肚鸡肠的人、啊、好了辛苦了，拜拜。我演戏真帅气，那是两年前的主播。什么两年前的？两年前不是拍那种演戏的段子到家了呀。嗯，我有拍过吗？其实我今天有复习吗？像我这种高智商学生，我用得着复习吗？稳过，这么恩爱，还好吧？因为毕竟浩浩没有那么小肚鸡肠，是吧？嗯。这样很喜欢，是我口味不符合，不适合你，那什么意思啊？自己面包吃完了，不行，我要找李小，我要找李小报仇，你们快帮我找李小报仇。李小又不连我，我可以连张姐吗？找张姐。吧，嗨，美女。嗨，帅哥。你的老公呢？
在睡觉。老公怎么不陪你营业？因为他今天早上五点半就醒了，然后现在困了就睡觉了。但是我老公就也很困，但是也陪着我。就怎么说呢，我觉得你老公现在心里肯定有一万个不爽，但我懂的，没有办法。那你是刚刚是在发现的不爽？其实我懂你的，他刚刚还在生我的气。我现在来跟你剖析一下浩浩的内心啊，就是哎好烦，他还陪这个死男人直播，哎这好困，他要去看张张直播，好烦哦，他不让我旁边，还他都不让我在旁边玩手机。你为什么定住了？但你男朋友至少连在旁边都没有在旁边吧？因为他在梦里我会梦到跟我就干一些比较好的事情。好了，我不逗你了。算了算了，在外被欺负，在家也被欺负呀，谁都不放过我呀，算了。这个人真的好，不 cos 奶，真是。你为什么不 cos 奶妈？你上次输了。我还没，我是定制的衣服，我太瘦了，我买那个 S 码买大了，然后我退回去，我跟他说可不可以定制一个码给我，然后他说要等很久，要等两个星期。哇哦，那你要拍，你是要拍的吗？对啊，我当然要拍啊，我那我们再来想一个让他输了，等下再个。我真的无语，你知道吗？我买这道具真的很费钱。莫甘娜，日女，没有，你怎么俄洛伊？你怎么去扣俄洛伊啊？俄洛伊，你怎么不去扣厄加特啦？期待哇！那你输了，你就扣死厄加特吧，你可以不，不要，你可以不发你的大号。谢小兔柔柔的水晶球。水晶球。那我们输了干啥？你是嫌弃莫甘娜吗？我不喜欢莫甘娜，我讨厌他，他老是禁锢我。这是他的最爱，这是他的最爱。啊！那你阿狸，阿狸，只是不是很喜欢玩莫甘娜而已，没有讨厌的意思。无意冒犯。其实就是讨厌莫甘娜的意思。莫甘娜很有安全感呀，你不觉得莫甘娜没有？但是。就是每次就是我这边莫甘娜就那种就让我一言难尽的那种，就给自己套那种，然后对面莫甘娜就是 EQ 一个准的那种，所以让我有阿迪特有点套的莫甘娜就是 EQ 都不准的那种。 OK fine， 其实我每次跟他聊这么多游戏我们从来都没有打过一把，因为他不是组，因为他根本，因为我不是组玩的，因为他其实就压根不想跟我们打。要不输了转区吧，要不输了给我一个号，要不输了转区吧，你一个人也无趣吧。他跟他，我老公也在这里啊。那你输了一起转，输了一起转区。我们输了，我们两个一起转。真的，我不要。那我也不要，我要给你转了。那输了，我宁愿重新开个号跟你们两个一起玩游戏。那输了，那输了，你今天晚上必跟我们玩游戏。其实我。好，什么时候？你要先在微信跟我说好时间，要不然等一下我们三个又忘记了。1:30，你是阴间人吗？我天哪！每次1:30醒来，你不是你们每次1:30还在发朋友圈？可是我现在时差很正常，哼！我现在是阳间人。看吧，我说了就是不想跟我们打游戏。你们播几点？我们播到我播完，我还要陪我老公播。搞什么啊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们俩不可以？哎，为什么你们俩就是不可以？就是两部手机同时开播，然后就两个人坐在两彼此的旁边播呢？不让，什么不让？为什么？那现在拿手机拿着在架着，是谁不让谁？我怎么都做都，我什么我做什么都错。喂110啊，这里有两个比较有点搞笑的人，无语。主要是吧，就是。剧本，这是剧本。受不了了，姐妹们，我受不 了。那我们输了，你把你老婆叫醒。输了叫你，那输了再说吧。行，你反正就是你先想好再说吧。你头发为什么可以保持一尺不掉色啊？因为我不怎么洗头。行吧，这个解释，这解释可以吗？是我输了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对他送亲吻，就是、我有那种固色的洗发水啊。我代言过，是沙宣的吗？no， 等下给你推荐一个好牌子，但你好像现在这个深色头发也用不到。
那你输了，那你就送我。可以啊，但你现在这。你现在头发真的用不到，你要染回金色，我可以。我要染回金色了，我要染回金色了，我过段时间染回金色。我发质太差了。那你是不是想要头发白一点，就像我一样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要。你是买的那种越洗越白的是吗？我送你一瓶，大家把地址发我吧。我现在就发，免得你忘了。你现在先发，我等下就给你，我等下回给你下单。好，谢谢你哦，我就喜欢打这种有意义的 PK。真好无语，那下把输了，你要把你老公送出去吗？没有点家当，还真的不能跟妮妮打直播，要不然可能会输的倾家荡产。又染对了，好了，那我走了先。他利用完了我就让我滚了，也不跟我说再见，真的好讨厌这个啊，真的。其实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占便宜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，就是打一个人就要索要点东西，我们是乞丐。不好意思，好吧，再见乞丐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走吧。拜拜。真的，我们的画质真的比起来，为什么张张的画质那么好？你下面说，下面让他张张那边有没有人骂我们母啊？没有吧，紧张巴巴。因为我上次你知道吗，我上次有一个人啊，就挖苦我，就发了个豆瓣的帖子挖苦我，就刚好截的是什么，截的是我这个这张的这我你给我是我是我的脸，然后或者是就然后我看，然后他们就在说我视频跟直播就是长得不一样，然后说我丑，啊，然后还说我上次也是赢了张张，然后他说这个人啊就跟视频长得完全不一样，还有点地包天，他还赢了张张这种名字。那我就有阴影了，但是我就是浩浩帮我投诉那个帖子，那个帖子删掉了。我们我后天就准备去考试了，然后明天好好玩一天，然后我后天要考一天呢，我后天可能更新不了，周一就要考试了，没有机会见到，没有，这张张其实他生日的时候我们是想去的，没叫我们。现在送的小雪人，下个月会见到。为什么？哦，自己的生日。让我们为什么下嘴唇是肿的？因为我嘴唇本来是这样，可能是因为我爱咬嘴唇。说不定张姐知道我们要去，她不去了。她不去了。西雨的帽子还没送给我，打个电话过去。打个电话过去呗。西雨有没有直播？没直播吧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应该在忙圣诞节。哦。西雨的鞋子好看吗？好丑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把西雨的鞋退回去。在忙，我爱咬嘴唇还是谁爱咬？浩浩也喜欢咬，但是我每次他咬我都会打他，很痛。谁都不接我的电话，算了，没爱哦。去死吧！他们应该星期六，他们应该在玩欢乐谷，老公。你觉得我应该怎样？我应该怎样？就是挽回，就是我的家庭的地位啊！已经很高了呀。嗯，可以不要生气吗？就是说，地位是地位，嗯，家庭是家庭，什么意思？你都不尊重这个家庭，就没有尊重，没有不尊重，就没有家庭地位，口头禅。就没有见你随便见到一个人就说没对我没有爱了吗？对我没有爱了吗？这是口头禅。烈阳不随便啊，烈阳你也没有跟他熟到哪儿去啊，你就见了他两面，是不是？你就见了他两面，你没有。他这么说，谁都是陌生人哦。对啊，你就不要，所以就不是你的口头禅，因为你也没对我说过几句那个。你不爱我了吗？对啊，你都没有对我说过几次。因为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你要尊重家庭，在才会有家庭地位。算了，好吧。
表示理解号说不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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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听不听不用不用。因为你关注全是零儿，哎，你又不让我什么？我不说话了，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好难啊！我是不是不该活着？老公，我去死好吗？哎呀，浩说的好对，是吗？是吗？把他踢出去。只要我跟你在和的这不会接你的。我打李小。你要打李小，你让他们把李小的密码偷过来，然后他就可以去帮你接收。你们喜欢听你们对你们对，这不是道理啊，这是这是道理。你抱抱我，我以后就不可能不会说了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讲？啊，欢迎我大哥！他欢迎大哥了，欢迎大哥，你大哥来了。我大哥来了呀！哇，我天哪，我害怕，我第一次打 PK。大主播是吧？我真不是大主播。欢迎我王哥，哎，欢迎我王哥，王总，欢迎我王总。就英诗行的那个王总，那我玩不玩？玩啊！你大哥来了，让你的大哥跟我大哥来一场激烈的 PK 怎么样？可以可以，玩啥？你说？看你的魅力大还是你大哥魅力大？哦不不，还是你魅力大。玩啥？我们输了，你说吧。你说吧，你大主播，你说。我真不是呀，我是朋友，这是我朋友的号，我头一次直播，我尝尝鲜儿。你别谦虚了，你就别绕弯子了，玩啥直接说就行了，能玩就玩，不能玩我就走。那我们输了，二十个圈圈，二十个转圈圈，可以。好，来吧，闭麦拉票。好。可拽，哎呀，我都不敢胡说八道了，老公他可拽，你快帮帮我。他不是你不是把闭麦了吗？嗯，怎么说呢？嗯，对，他让我闭。守护我放水晶，哎呀，我想去把金色染回来了，你们同不同意啊？同意的话稍微加点花嘛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最近有点那个有点就是视金不昧，不是就是视金钱于我在说什么。谢谢 Libra 送的爱的魔力转圈圈，谢谢粗心送的亲吻。老公你怎么不抱我了？你看到这个妞来了，你就不抱我了，没抱够。还发微博，我们为了减肥啊！你们都说我们胖，我们为了减肥啊！我们今天吃的都是一些糙米饭，他吃的是面包，什么全麦面包。我这辈子没见过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难吃的东西，我真的好惨啊！我为了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下去了，我觉得生活很难啊。他吃第一顿就坚持不下去了。我觉得我要是这么吃，我就是。算了，我活着就，谢谢王一博送的。你看我于正吃那个吗？就是全都是大餐，那个都是王一博送的。我看到了，我刷到那条抖音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大 logo 什么于正，全吃。我也想，但是都是大餐，我们没有钱。我要减肥啊！我们只能吃那种又便宜。不是说我如果不是说我练块八块腹肌有五个加练环，我明天就去练。我真的，我说真的，一马当追什么？五马当追啊什么？什么司马南追，对吧？君子一言，司马南追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再冲啊！再冲啊！不要被他大哥打过了哈！我们这么多人呢、啊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们吃百家饭。加油，你也准备好了。我会的。司马南追，真的很喜欢我的样子，别减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瘦的轮廓分明。你们现在都夸我可爱，我要回到你们夸我帅的时候。谢谢 Pretty Nice 的花火，是吧，老公？老公，你喜欢肉肉的我，还是喜欢瘦瘦的我，还是喜欢我的肌肉的我？肉肉的。那你别喜欢。你知道吗？我像王一博送的高三的送的小雪人，我高三的包括我谢谢 PP， 包括我大一上学期的时候，我坚持过一年。
我在我初中，我在我最长，我为什么没长高，长不高？我在我最长个子，我在我最长高的那个期间，我不说话了。我在我最长高的那个期间啊，每天吃萝卜和白菜和柚子，真的。那时候我也怕会长，我怕长痘痘。谢 Libra 的热气球，然后我就一年我从120斤，我那个时候初三啊，我从120斤瘦到93。但是我没有那种魄力了，因为我现在不长痘痘。我有一年就没有吃过零食，没有吃过奶茶，没有喝过。天哪，那一年怎么过的？没有活得有意思吗？没有吃过糖。有没有那种减肥成功的人士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？饮料、奶茶，就全部都是白开水，是很痛苦啊！哇哇，谢我 C 老板送的抖音一号，抖音一号，抖音一号，抖音一号。其实还好，谢 Rose， 你习惯了也还好。这么小学。可是我很馋啊，辣条天哪，天哪，我觉得肯德基麦当劳，我要说我不能吃，我可能吃不胖探讨吗？吃不胖的给我走开。哇，谢我观众朋友女友送的抖音一号，谢我管宇妹儿，哇，两个火箭呀、大哥不行，感谢我们家大哥，谢谢，谢我们家哥哥，感谢，谢，感谢我秦哥，秦哥的鱼还钓的，谢我 C 总，谢我关总，谢我 Libra 总。我给你做惩罚，二十个是吧？嗯，你做十个好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二十个二十个。哦，我不欠别人惩罚，二十个。是这样子的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我觉得胖过的人啊，就是瘦下来啊，他更比没有胖过、从没有胖过的人胖得快很多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种从来都没有胖过的人，好像可以一直瘦下去，是吧，老公？老公，有什么好看的呢？看我不好吗？说我不够你看了吗？说我不好看吗？说我胖了你不喜欢了吗？你为什么不看我？你为什么要看手机？你刚刚为什么也看手机不看我？因为我因为我在看手机屏幕中的你。我也在看手机屏幕中的你。你刚刚没有看？我在看。你现在没有看？我在看。你看，你现在看？我在看。那不行，你现在要看到真实的我，有真实的我不看你为什么要看手机屏幕的我？有真实的我你不看你为什么要看手机屏幕的我？因为哇，他惩罚做完了耶，那我们快，他在干什么？对面有抖音一号，对面的屏幕有抖音一号了，哇，瘦了30多斤，我减肥可难。对啊，现在又是大冬天，你没有说我胖。哎呀，做完了20个，好好好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拜拜拜拜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为什么是我无理取闹啊？不管是谁，我刚有无理取闹吗？看一下我今天的视频有没有被封，封掉了，真的被你了，对对对对。哇，那为什么今天的视频大家都不喜欢点赞、什么意思？别说妮妮，别说妮妮，我真的不吃了。后面那群粉丝送的零食，我要决定送给我妹妹。算了，我也能。然后你下次见了你妹妹，你妹妹就是咚啊咚啊，就胖了一点。你看我的双下巴，你看你的，你有偶像包袱吗？你为什么不挤？我没有，我在挤啊。你为什么不挤？什么意思？真的没有，不挤算了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你想说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没有，你刚把我粉擦掉了，就甜一点。你就是这么睚眦必报的人吗？对你的老婆也如此睚眦必报？我只是甜一点到脸上来。那我缺的这一块怎么办？跟你的手上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让我想掐死你！手你抹出去！我真的要减肥了，我要励志，励志！我还是很坚决的，我还是很坚决的，我又可以减肥，又可以好看，耶、好难，我现在就好饿，怎么办？老公，你可以帮我拿瓶水喝吗？你不会不给我拿水喝吧？辛苦老公了，我没想到老公这么勤劳，没想到老公这么喜欢我，没想到老公敢为了我去拿瓶水。别让我一个人。没有老公吗？没有吧？有些人还是有的，算了，特质啊，不好意思，范围攻击。哎，拿瓶水都可以不用自己拿，多么轻松愉悦的生活啊！我是地主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
面对喉结照，我们是想拍来着，但是我明天试试吧，如果试不了的话我就不拍了。我喉结还是很明显，但是正好喉结我觉得不是很明显，但是但是我又不想，就是我这么一个帅的人是吧，那照片怎么可以没我呢，只有喉结不行。然后看我能不能用孙浩的喉结，浩你的喉结可以打出来吗？我看他们拍之前都是打喉结，我来打一下。他们是 P 出来的。那你等一下给你 P 出来吧。哦，拿一个唐凯的喉结，然后我们两个不行，买个假脖子，买个假脖子，我们两个一起蹭。想说我没有资源，屁一下，别太吵，什么别太吵。心好像诶，为什么我在家直播你们所有人都在，为什么我在外面直播你们都不在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，你们不想看户外直播？太乱了。你也不用给我机会，他就不喜欢我，他喜欢玩得体浪费。今周六，我们今天周六，好吧，好，希望你们快点放假，我希望你们每天都是假期。不好意思，我明天要考试了，我后天要考试了。面对啊，我考试，你会在学校等我吗？你不会，不会和我去吧？我带不了手机。我是考舞蹈。考舞蹈你怎么帮？考舞蹈我可以帮你现场直播，你考舞蹈。怎么办？我现在这么胖，我穿那个舞蹈的紧身衣会不会勒出肉来啊？啊！会啊！所以，我给你点这个餐是对的。不是为了礼物，我今天为了考试的颜面，我都不能吃东西了。我后天就要考了，我今天我穿背心，我挤出来这一层肉怎么办？我靠！我的大腿根子。怎么办啊，我靠，真的还一堆人看着我呢，我又是个名人，然后还不能穿增高鞋，我操，就只能穿个那个连体袜。你同学都只认识你，他说虚有其表，没想到身材这么差，我靠，好痛苦啊，好难，好焦灼。我要做佛尘蠢，我明天去抽脂，我明天去抽脂。哎呦，我真不吃了，我这一辈子不吃东西了，我这辈子不吃东西，我再也不吃东西，我从来不吃东西。怎么办？你看他，来不嘴嘴皮筋儿了，来不嘴。我不打他，我从不打他。你呢？我打美女，好，她是不是美女？可以看到她是不是美女？看不，他直接越过了这美女。我们就打个美女吧。哦，打不了这美女。打，哎，看看，他拉二胡，我找一个拉二胡的人。呀嘿，我是专门看到你拉二胡，我来特意找到你。哦，是吗？谢谢。呀，我觉得拉二胡可厉害嘞。哦，谢谢，你好。呀，你会拉那种很忧愁的那种二泉映月。我刚拉完，说实话，我刚拉完，然后你们就来了。把你们的人送走啊？唢呐。没有，他们刚欣赏完。那我们打 PK 吗？你们是什么主播呢？我们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主播。你们有才艺吗？我们没有丝毫的才艺。那你们，那我们玩什么呢？我可以倒立。好。我倒立，我说我倒立，我倒立，我倒立做五个俯卧撑。
好，可以可以。那我我是那种体力主播，我是那种我是那种苦力主播，对。可以呀、啊，那也是才艺嘛。那我呢？我输了呢。来一首二泉音乐吧。那我们赢了，我们是体力主。那哦，你输，那你输了，给我们来一首二泉音乐。二泉的。我是推荐你们听赛马哈，二泉，如果你们喜欢也可以。那拉赛马。赛马吧，嗯。赛马是什么？你可以拉一点前调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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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比较快的。二泉音乐就是当当当当。哦，我看到他拉二胡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之前学过小提琴。二泉太惨了，小提琴也是蛮厉害的。那我们拉票，闭麦拉票吧。好的。好好好。我们听赛马吧，听赛马。哇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之前还学过小提琴啊，你们懂不懂啊？你们懂不懂？我真的为了证明我之前学过小提琴，我来 是这么架着那个琴，然后手势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是这么拉着的，怎么感觉像鸡爪手？他是摔跤了吗？三二一。爱西语跳舞，我真的学过小提琴。我本来是怎么说呢？我是在那个拉二胡和小提琴里选。我妈说，选一个吧。二胡。我那个时候就我还小嘛，不觉得不喜欢二胡。然后我就，那我选小提琴吧，显得我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小提琴，我拉小提琴，我拉的最会的。我学了三个月，你们知道我学的我最会拉的是什么吗？那个救护车那个。那个，哎呀，我真的我学了三个月，我最拿手的。对面不会没有逼我的麦吧？哇，对面可牛，对面票可多。还冲啊！老公，你怎么又刷起抖音不理我？哇，谢我关羽妹送的直升机。对酒当歌，不知躲避。不胜酒力、oh, 不意思不意思，给大家送的小雪花。我拍过这个吗？你的狐狸尾巴跳上去、oh, 给大家看看狐狸尾巴，快快把那个视频找出来给大家看。为何请你哦、oh, 这个我今天我在我小号发了一个我照片的合集啊，然后上面我那个照片明明修的有棱有角的，为什么那个热评却是说什么以前的捏捏有头有脸啊、哦？不不不不不不，嗯，有棱有角。为什么恋爱后的捏捏什么无棱无角什么忘了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明明把自己的照片 P 的有棱有角呢，说我无棱无角。欢迎大家看，我狐狸尾巴，欢迎大家看，好丑啊我！你看那个尾巴翘的多尴尬，他妈是翘的不好吗？我觉得这个点子很好，我真没想到这个视频没有火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觉得我有尾巴走得很好啊，为什么对面笑得那么开心？不会是看到我吗？啊，那应该没有，大家冲啊！那你们为什么不点赞？你们觉得好看又在我这面前夸，在背地里，我刚刚怎么发出了猪叫？恋爱中发福了，对啊，现在都我一个朋友都叫我死胖子，我醉了。我真的得减肥了，我真的，不论你们怎么劝阻我，我为了我的嘉年华都要减肥。谢谢狗狗七七送的快乐水，你们就拭目以待。哇哇，我的老公他又来了，谢谢小兔牛牛送的灿烂烟花，呜！谢谢我观众朋友送的 disco， 我还输了。我的天哪！又是这个情况，不过我们这次占了一笔上风。谢谢宝贝们，谢谢中哥，谢谢小手，谢谢肉哥，谢谢山人，谢谢瑞哥，谢谢一滴眼泪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我要做倒立了，我要倒立了，那我先倒立吧。我等。好啊。可是我还想听你二胡，怎么办呀？我可以送给你们直播间的宝贝们一首赛马，没问题。送我啊，算了。啊，下班回家，好的好的，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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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去倒立了，我去倒立了。
我今天穿的可丑了，我今天全身好丑，不行，我要穿个鞋，显得我没有那么矮。你没有穿秋裤就好，你不是穿的睡衣就可以。我今天穿的就类似于，就是这陈志新送的，给大家看一下陈志新给我送的裤子到底是啥样。我倒立去了哈。好。等一下，我把我自己的裤子。再也不敢帮你了。帮谁啊？再也不敢帮你倒立了。我不。对不起吗？他说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把我的衣服扎进去。好，倒立拉琴不太好，等着他倒立完我再拉吧。没关系，你也不用我辛苦。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累死我了，好好好，累我死我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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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累过，哎呦累晕我了，我这辈子没有这么累过，哎呦，那该我了，该我了，非常非常可以的，对，倒立动作很完美，哎，我这辈子没有这么累过，哎呦，我上头了，谢谢，鉴于你这么的辛苦，我送大家一首赛马哈，希望会喜欢，看看可以欣赏一下我的创意，第二幅。来了来了，老公听二胡，哦，好听二胡。哎呀，从开头啊。假装我在拉琴。从小就开始学琴了。哇，你好牛啊！你也很牛。这辈子没见过你这么牛的。我也没见过，就是倒立做那个俯卧撑的，第一次见。啊，那你没有什么见识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嗯，是的，是的，你说的没有错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好好，那你们玩的开心哈。好好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我先去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他好厉害呀！鸭子还没关。他好厉害啊！老公，你有什么才艺吗？老公，你看我眼睛红了，有爆红小秘密吗？有就是很长时间不倒立的话，你倒立倒久了，脸上的毛细血管会破裂，然后长那种。小斑，然后那种斑会三四天之后才会消失。只有舞蹈神才知道。你的头发变高了，是我以后搞造型都要倒立是吗？你看你的头发，你好高。是我扒了，把它扒这边吗？我老公是老老实实读书人，也没有读出什么名堂。那天孙浩在他收拾化妆的时候，在跟我聊他就是初中高中那种
的他的经历，然后我没，然后我不想听，我没有不想听，就是我没有不想听，就是我就是在听，然后就就不知道找什么话题，我不想聊这个话题，我就是不想听。然后他一直在聊他的高中的那种经文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？他说他要我让你了解我的曾经。然后呢，他就把我说了他跟他的什么的关系啊，什么什么。放学一下子没有赶上，然后被班主任骂，被班主任赶出去，然后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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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什么经过结果，然后他的家庭情况跟我一一道来，然后我的感想是，多亏孙浩遇到了我，难道不是吗？同意扣一，你不是很愿意扣一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很不真诚。走了，我走了。可以。我走了，你走，你走，我不走。你跳民族舞的。我跳过什么民族舞？你说，我艺考的剧目是什么族的？蒙古族。错。傣族。错。新疆族。错。你看。我记得你点点滴滴，你却记不得这个。我跟你说过，太祖。等一下，我是什么族？错，我是佤族。你是佤族？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开，我得给大，我得给大家开个眼界吧。说我说明我以前是牛的，但没见过佤族我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浩浩无奈，你这是无奈吗？那是鼻头鼻孔痒。沉沉流年，嘿，在这里。他在加载中，佤族，对，我是跳佤族的，没有看出来我这么软的男孩子跳的是纯力量型舞蹈吧？我以前很 man 的，我以前真的很 man 的。我真的以前很 man， 以前别人见我都觉得我是直男，真的，我以前很 man 的，我只是长胖了，然后变软了，就变得没有那么有杀伤力了，他们都不信，他们在哈哈哈，老公他们在哈哈哈，我看到哈哈哈，他们哈哈哈是一分钟前的，是哈哈哈。他不信，大家看，他还是加载不出来。你看这个英姿飒爽的身姿，就是在下。怎么还没有加载出来？他们，哎呀，我想你牛的。Power 零，我真的是纯力量型的，我不是软，我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零，我是那种加载出来是我做技巧，他们都看过这个，再给大家看一遍吧。我以前好瘦啊，我以前好瘦啊，你看我的小屁屁好翘啊，我小屁屁好翘，老公我屁股现在翘了，我现在屁股翘不翘？很好，什么意思？不翘吗？你摸过其他屁股，你试试。你看邦邦那瘦不拉几的有屁股吗？他又不靠屁股，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我怎么还没有加载出来？我这个舞还没加载出来。我后天要考试，但是我不知道考什么，我要等我妈告诉我。你们信什么？你这个弹幕延迟延迟的好厉害、啊、后天要穿这个吗？对，我后天要穿这个。春哥也是跳舞的，春哥也是跳舞。春哥是跳春舞。对，我觉得，看跳的是勇让族的舞。勇族。怎么办啊？我后天就是要穿这一套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穿哎呦，老公，我还有没有？你看一下我，有没有那个我的。那个服装我现在穿一下是，他家肉都膨出来了，溢出来
我现在换一个，就是我 A 点来直播。算了，我 A 不出来算了。你不用给我机会，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。PK 巨龙，他没有加载出来，我在等他加载出来。他为什么有个感叹号啊？他是个很老的视频了、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加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呀，不是我可慢点。呀，这不是我聂妹妹吗？现在节目了这么久，怎么还弄这么过时的造型啊？过时？不是，圣诞节过了可久。你确定吗？还没过呢，现在狂欢夜还没结束呢。那还不行。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什么？狂欢夜还没结束呢，知道吗？我的妹妹。今天好美啊！今天好美。我哪天不美啊？我这辈子没见过你今天这么美的妞。没办法，你注定得找男人。哎，但你头发掉色了哎，你头发。我对我头发丢色了，我准备过几天。现在已经丢的不是黑头发的弟弟了。我准备就是等一下，就是过那么一周两周去把我的金黄的头发又染。感谢幺二幺。哎，你能低下头我看看你的那个头顶吗？我看看，我看你秃不秃。头发好像还挺茂密的，你低下头，我看看。Thank you 了，毕竟我还年轻呢，就像姐姐，我看看姐姐的。姐姐再不济也比妹妹的皮肤状态能好一点儿。不行啊，什么？你来跟我皮肤状态？来，我来跟你比，我先把我磨皮关了，你干，我们一起，我们来不来？好啊，来。啊，等一下，好啊，我看要是我看一下我皮肤状态，我拿个镜子来。我先关。好啊，我先关。大比拼。你找一个灯好一点的，你那那么暗，你那脸上长大麻子也看不见。被他发现了，那好吧，我去那里。你找一个光强一点的来，强烈光线下。哎，你的这种眼影是怎么画的？我从来没画过你这种类型的。你是主要就是画在这儿了是吗？就往下就画这种比较无辜的这种下边的是吗？哦，没有，我眼睛就是这个长相。你看我眼睛，它长在这儿，它本来就是长在下面的。是哎，你这是天生的就是小狗眼。来吧，把蒙皮关了，我看看。我关。我现在是36，我开的是36，这是我关掉。全关了，离近一点，把妆卸了我看看。回去吧。你怎么不弄？妈，刚刚有一个什么声，好像从地狱传来的。你怎么不弄？是那种声。哎，你多高啊，年年？我1.99米。不信？谁说话？我刚刚谁说话？1.74米，从地狱，刚刚有个地狱，一个魔鬼说。哎，后面那幅画是什么？你再往旁边转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那个黑色的那个在旁边，是一个，这是你呀？是一位厨师，不好意思，是一位厨师。哦，那个上面那个，我以为是一个乌鸡开屏呢，看错了。要幽默，你是来调节气氛的。哈，原来是你呀，看错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是不好意思呀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输了，玩啥？输了干啥？你说。这样吧，你有绿帽子吗？我们输了，把滤镜、美颜，然后不关美颜吧，就直接把磨皮全关了，然后滤镜也关了，然后直播5分钟。行。啊，那是冲啊！别怕啊，妹妹这皮肤这么好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没有啊，就是吧。欢迎我对象，哎，真恶心，张姐。在 Libra 做笔记，快冲啊！这把就算了是吧？欢迎寂寞沙洲冷，哎，寂寞沙洲冷，你们听过吗？一会儿给你们整一首啊。社会里多才多艺，我啥都不会，我是蠢灵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我不知道。你是一做蠢灵也挺好的呀。是啊是啊，纯林有老公宠啊，也不知道像姐姐这么精明的美女也是没有人宠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啊？真的有啊，你有。你我不缺呀。你只能有一个老公，而我可以有很多男人，你懂什么？
何必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啊？说你是蠢灵你还不相信，无忧无虑的蠢灵，这把算，这把算，来冲啊，来冲，就十秒钟。最后五秒钟，谢谢开心就好的保时捷，差一点点，宝宝们稍微守一下，感谢是我爷的爱的守护，谢谢，再稍微上一上，谢谢我徐的动子大子，还差一点点，宝宝们他们家现在在出去，漂亮，妹妹呀妹妹，我真是无忧无虑的蠢灵啊，全关了，关掉关掉，磨皮关掉，滤镜关掉，全部关掉，然后上光线好的地方播，不许在你老公旁边。感谢我徐，谢开心，感谢从家，谢是我呀，感谢卡布奇诺，谢西爷，感谢看见，谢谢我们臭，感谢多肉，谢木子。你上光线好的地方让本宫看一下。我叫孙浩啊，我叫孙浩，选一张我和他的合照，我有那么多帅的，他偏偏选了哪一张 P 啊，我给你们看。他一个人在那帅我，像个傻逼。不错呀，你们两个好像两个海胆蹦出来了。你好幽默啊，你很幽默。你是个滤镜关了吗？你是个海蛇，你是个海蛇。滤镜关了吗？关了。你证明给我看一下，让我看到你的系数是零，证明你的属性就是个零。真的，你看这个一般啊。白皙前面的一个是正常，现在这个是正常，然后这个是白皙，然后我往左，你得把正常再调到前面，调到五。我知道，我刚刚调的这个是正常，然后这个是普通，这个是没有滤镜，然后没有磨皮的，然后磨皮儿关了，我看看离屏幕近一点，后挂 PK 的是王八。老公我又输呢，我又输呢，哎呀，就叫别人去了。我看他，哎呀，我皮肤没有很好，最近哦，我最近皮肤没有很好，最近熬夜熬多了。孙浩呀，孙浩，他那个什么嘴，他抠鼻屎。那抠鼻屎，我就是故意看看你在拍，我就抠鼻屎啊，跟你知道知道。好，让我来选照片，你别 P 那张，你 P 那张吧，没事儿。那我去找一张我好看的。那就我来找一张。我这里没有发多少个合照。这么多，我这么多帅的，你怎么不 P 啊？我操，我这张这么帅。再给大家看看，我帮你挡着吧。不行，我先帮我整眼睛，我去。你先，帅的又不选，选我这。你再看吧。还没 P 啊，这么帅，这是什么微生物吗？这是，哥怎么有个外星人？怎么不 P 这一张啊？你等一下，你先 P 完那一张，然后让我选图，你再来 P 看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不是小狗眼吗？不是小狗眼，我是那种单眼皮，就普通单眼皮，是普通单眼皮。哎，我怎么感觉？哎，老公，你看我不开滤镜，怎么感觉好看一点？你有没有觉得？我天天不开滤镜。哇，谢谢奥兹的小雪人。去打 PK 去了。哎，那让我来看看我的头爸爸。我们再找个，那有点脖子前倾。连我干什么？退下吧你！一会儿哈。哪从现在地狱门都不关，门都不关紧，现在地狱门都不关紧，怎么把这种妖魔鬼怪都放出来了？妖魔鬼怪现在有点内存了，我不知道。我是优质灵，谢谢大家。
是吧？哎 ，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输了干什么？你要接小辫子还是接特效？啊，我可以扎小辫子啊。嗯，那就扎小辫子哈。好好好，那你输了呢？你说吧。你输了，你把你的特效换成包公吧。换成包公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你买拉票吧。好，可以啊。你们是个小仓鼠啊！你们笑死了，你们吓死了，吓死了，在干什么？不可以，这是五官跟立体。哦，我的，我哦，你们现在才说啊？你们现在才发刚刚可乐的绿可乐的？我现在才看到观众朋友女友发的找李小豹重压。现在哇，现在有一群流星送的比心，我现在可以开滤镜了吧？把我最爱的蔷薇开回来。然后我要把我的磨皮也开出来，算了不开了，这样挺好。李小不连我呀，李小他不连我。我看一下我的相册，看有没有。哦，其实我给大家看哦，我给大家看，原图还没 P 呢，我还没 P 呢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一张我特别傻屌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把我傻屌都删掉。给你看我跟大大的合照。很大大的，我还没修呢，我准备今天晚上修完，然后等浩浩修完，我们一起发微博。不比多好看，我肯定知道啊。P 一下更好看。然后这个是浩浩在海边帮我拍的，但是他是动图，我想发动图来着，但是我这个腿太黑了，我想把它 P 白一点，我就 P 长一点再发。然后你看，它可以动。但是我 P 了它就不能动了，那我 P 了就不能动了，但是我还是准备P 了再发，不好意思。你看我们微博发的那张动图亲吻的那张，我那时候下了线，我靠，现在我都不敢发什么 live photo， 我就不敢了，我都不敢了，我都不敢了。那春晚用什么 P 图软件？我不会呀、啊。浩浩用的是什么 ？FaceTune， 反正他用的是个脸什么东西。然后我用的是美图秀秀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用那个，我不会用那个东西。那个我不会用那个什么。什么 face？ 他用的那个好难啊！我觉得他那个 P 图软件好难。什么妮妮要是瘦十斤会更帅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立马瘦，我现在立马不吃了，我再也不吃东西，我永远都不吃东西了。醒图啊！我不想啊！我觉得美图秀秀就很好用啊，因为美图秀秀很好用，电脑秀也可以。我电脑我只会打游戏 ，C 老大是我的电脑打游戏，我只会打游戏。哦不，我不需要 P， 还是需要的。不是啊，你看我每次拍照都是要侧脸，所以我要瘦下来，我可以用正脸了。那我正脸太胖了，这个胖子，菲菲脸可爱，不可以，嗯对。孙浩在干嘛？孙浩在 P 图，舞蹈视频还没给你看啊、哦，好像没有加载出来。哇，谢谢 C 老板送的，谢谢 C 老板送的人最去。哇，对面上票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舞蹈吧。我不知道加载出来没有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想看我跟浩互动，浩是内呢，浩等一下还要直播。我一般PK 直播的话，我应该你们可以等一下看浩的直播。我在浩直播间，我跟浩的互动会多一点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可以不用说话，主要用浩来主持，我就可以在旁边和他闹，就互动就会多一点。对，你们等一下可以看浩直播。别咩嘴了哦！我咬嘴唇什么的是真的是个人习惯，我这辈子都这样。都来时间看你牛。他没有加载出来啊！英姿这个英姿杀手的我这一辈子都不能被他。我、哦、以前好瘦，哎呦！我真的这辈子我都不吃东西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吃东西了，我真的不吃了。大家冲冲，大家冲冲！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十连胜，这辈子都不行了。
我要扎小辫了，你们是故意的吧？你们就是想看我扎小辫儿。哦哟！哎！我们家好像没有皮筋呢。我找找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就找找。那就算了，那你要不就随便带个特效好了。让我揉一揉呀，不行，不能让特效挡住我帅气的脸。等下我找找哈，老公哦不哈，我们家有没有？我们家老公没有啊，我叫错了。那个我们家有没有？我们家有没有那个扎辫子的东西啊？说出了心声。没有，老公没有啊。哦，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，我还是带特效吧。哦哟，他的粉丝怎么都这么好？你粉丝怎么都这么好的啦？怎么呢？都好会聊天，他们都很会、啊、好会说话，他们都是一些。我天哪，果然是一带一路啊！一带一路啊！对，我天哪，我、哎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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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带这个吧。你带什么都可爱，带什么都可爱。我不是呀、啊，是我的惩罚，你来选。可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都可以。谢谢你给我带这么多人气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祝你一生平安，我走了。好，你也是，你也是，祝你幸福快乐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我不能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直接叫老公。我有时候在有别人其他人在外面的时候，我也不小心把老公叫出来了，就很尴尬。老公，我有叫出来过吗？我有在外面叫出来过。我不知道，主要是叫习惯了。就比如孙浩从来都不叫我老婆。哎，这个特色可以两个人用。这个特色是啥名字？不意思，这特效好像是哦，这个特效是我第一次用美颜相机，就是用的特效。我第一次自拍我就用的这个，真的。我第一次自拍用的就是这个。我没吃东西，为什么一直在打嗝啊？显得我吃的很多一样。我今天很努力在减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吃的是什么吧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吃的是什么，这是猪食。这是我今天吃的东西，我今天吃这种紫米饭，然后我一口都吃不下去，我就吃了这么一点，然后肉被我吃了几块，然后今天唐卡有一盆肉，就完全我喜欢吃那个牛肉，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块牛肉，然后被凯拿走。对，亚黑，你不会又来欺负我吧？没有。你今天是，你今天脾气，你今天心情应该很好吧？没有啊，我一直都很好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会凶我吧？不会。那我们输了干什么呀？你说吧。他今天怎么这样？他这是他惩罚吗？没有啊。那我们，我带这个特效是因为我刚输了。那我们输了，你说吧。你说吧，我们家没有条件。我们家何尝有条件呢？怎么会？没有，看你家条件非常好。我家条件不行，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话？因为我在选你啊。没有啊，我就是这样子的。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好凶啊！那要平时不会这样凶我的，吓死宝宝了。怎么没有人说我母，说二成啊？他们说二成是母，不好意思。这离不了咱俩的巴士，我们这下关掉吧。这不玩啊？哎，我们用这个。给你啊。哎呦，那我们谢谢 Pretty 的保时捷，那我们输了，倒立。哦，这样吧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今天母一晚上。你输了，你今天母一晚上。你输了，你母一晚上。谢谢你重置生的热气球。不合适吧？怎么会不合适呢？我觉得很适合你啊！我觉得你就应该走这种路线。我不是这种路线。其实二成啊，平常我跟二成他平常都是这么嗲的说话。他直播是为了人设吧？不知道他平常就这样子了，他本性侧漏了，是因为为什么呢？这是人性的扭曲吗？这是怎么了？今天二成可能是发烧了。
我觉得我再说下去，他就要现原形了。我怕他，好吧，二婶不会凶我吧？二婶不会啊？什么二婶昨天还穿旗袍啊？没有，不穿旗袍，没有旗袍。那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。倒立，倒立五个俯卧撑。好。他这样好不习惯啊！我今天感觉是跟个路人打 PK， 我打野怪啊。没有啊。哎呀，对这种母灵过敏啊！大鸡巴了，怎么玩？倒立五个俯卧撑是不是？这把券吗？现在就有宝贝出来的气球。单冲啊，单冲！哎呀，单上票了，单冲啊！是这把吗？闭麦！打！对面怎么那么暴躁啊？对面，我他妈我忍半天了我。宝贝，凑凑一把，我炫的，打死！两分钟，单冲。烂票烂票烂票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烂票烂票烂票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谁票少就带，就一直叫哥哥，然后要那种很假的。谢淘气出来了，说哥哥，你现在票少，你要叫哥哥。你是把我闭麦了吗？还跟我说话呢？欢迎谢哥哥送来仙女棒。男人要 man 不要娘，这不跟他学的吗？他不就那种？不会吧？没有啊！谢谢十次小粉丝成员，谢谢十次的关注。他打他，老公在欺负我。快把他们麦闭了。谢谢 C 老大，谢谢 C 老大，豆一号，大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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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输啊谁都不能输二神的。谢谢 Libra 送来的发射。哎呦，对面居然说学我的，哎呦，哪有这样，我哪有这样啊，我没有。快为大家，快去为我证明！说妮妮这么美，你怎么说的？哇！谢谢苏玲玲送的太空探探，零零零零零零零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呜呜呜！打他打的就是二晨啊，让他母一晚上。大冲！哇！小老板，谢谢小老板的糖果大炮！呜啊呜！谢 Libra 送的爱的伴侣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、啊？哎呀，输了！哎呀，谢谢悠悠，谢谢悠悠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条件不好吗？我就说我今天条件不好、啊。那你别倒立了，那你母一晚上吗？滚！老子倒立，母一晚上。他好凶啊！那没有二成一半温柔。哦不不，他没有烈阳一半温柔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他你怎么每次倒立都要来这儿啊？他就不走、啊、这猫演的好还是不走把人家赶走了，我赌他会露肉、哦、好吧，他扎进去了他在准备做几个俯卧撑，做几个俯卧撑，做五个。一二，你看没有我做的轻松，哎，说明我还是很 man。你看吧，我做五个我都不会掉下来。嗯、哎，不是，我是使劲没使对。哎呀，使劲都使不对呀、啊。好高，对。哎呀，这个衣服烦死了，等一下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不是，这衣服太短了，露肉。
还差俩是吧？对对对。你不帮我劈这么大的劈，我劈了好多个了。哎哎哎，没有他领票，你是劈了我吗？你劈了你自己，你怎么这么过分啊？因为我以为你要自己劈死自己。不要，你要你帮我，你帮我。辛苦您了，辛苦您了，辛苦您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哪有啊？这辈子没有做过这么激烈的运动吧？谁说的？好了，那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呀，赢了 PK。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哎，你怎么不等我去？我问个屁番。因为 他总是帮大大 P 图，你是不是喜欢大大？因为大大每次都觉得我 P 图 P 得很丑。我也觉得你 P 图很丑，你 P 我。证明一下。你 P 我。不过你觉得我 P 图 P 得很假？我觉得你 P 图 P 得很丑 ，P 得很假，跟本人完全不像。这是我。老公 P 图最好看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老公这么 P 图如此精湛的人。我天哪！这个还挺好看的啊。嗯。他一看就知道是个男人。这次他要是再说丑的话，我就